劳工呢？老公咋了？劳工呢？那个多多益善吗？劳婆呢？多多益善。这位谁教的呀？这位谁教的？老公我教我的。他们教的。老公教的。他们教的。那弟弟们教的。啊，懂了懂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身体不健康吗？为什么？你老婆太多了。啊？对对对，老婆太多很伤身体的。老婆太多。阿 Kim， 你不能这样。老婆太多，太多老婆。哦，对，所以很忙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这个猫在说什么？这是谁教的？你先开始了呀！哟，你们跟你们的弹幕问一下，大家都说老婆呢，多多益善。老婆们多多益善的，对，没有，老婆一个而已、哦。为什么？老婆只可以一个、哦。你问问你们自己的弹幕。都会给你答案的，多多益善，老婆多多益善，老公也多多益善。现在个子不要了，不要跟你袁弄长再结婚。袁弄长，跟我结婚一下。不行，你太多老婆了，我不要跟你结婚。你太多老婆了，会伤心的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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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动啊！你在看我呀，我看我呀。